你们好，我叫邱瑞，是个程序员。为什么傲？你们这有什么的？这有什么可傲的？我们这儿程序员也太多了，不值得这个掌声吗？我觉得我跟展豪比，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，我这人就更普通，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他每次叫我都是那个王涛是吧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，那我就赐你一个吧。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骂了半天，我也没纠正他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。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。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鹿为马还是在指桑骂槐。哇，这太好了。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我的名字，是他这个人抠的有点太丧心病狂了。好，这个好。指桑骂槐。我老板真的太抠了，那个人真的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。前段时间跟我们说明年呢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，你们想办法去蹭隔壁公司 WiFi 吧。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凿壁通光的程度了，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？我要是过了呢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，我要是不过还能把他们 WiFi 密码给你带回来。怎么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，还总在后面给你添乱呢，说自己特别懂技术，我们在前面吭哧吭哧写代码，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呀，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 bug， 我就没见过写 bug 这么专业的人。你说他懂技术吧，这里边有五个 bug， 你说他不懂吧，他能改进去五个 bug。太牛了，太牛了，稳了，稳了。有一天都凌晨两点多，我都准备睡了，被 bug 报警吵醒了，就在群里问了一嘴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，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。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，他觉得我首字母没有大写，太丑了。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。这跟半夜跑到我被窝里薅我头发有什么区别？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严格，自己写的东西跟谜语一样啊！我就试问，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？ 还有一次，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Is ugly。But useful。 我点进去一看确实很 ugly， 就想看一下它到底有多 useful，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，发现毫无变化，我就给它代码改了个名 It's nothing But ugly。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，
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，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，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？这不是狼人杀吗？咱们公司一共就仨人，就别末位淘汰了吧，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。临走之前，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，王涛，公司离不开你。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，是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你们好，我叫秋瑞啊，我叫秋瑞，我是个沈阳人，现在在北京生活。就作为一个外地人，没有钱的话，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，你就只能住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。我家现在到公司要倒四班地铁，到河北只需要两班。而且我去租房子的时候，租房软件上有个特别气你的一句话呀，他让你输入你想住的地方。我是想住郊区吗？我坐地铁有瘾呢。他进自己的状态了。对对对，自己的愤怒。那是我想不想的事儿吗？我想住故宫。但没有钱，你不想住郊区，就只能跟人合租，是吧？家里东西坏了都没人修，我家那个卫生间灯泡坏了就没人修，逼着你拿浴霸照明啊，那叫一个晒呀、啊！坐在马桶上都不能保持不动，你得扭动起来，不然就晒伤了嘛。跟那个土耳其口有一个原理，你发现了吗？我现在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呀、啊！还有同事问我呢，秋瑞，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？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，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。哎，还不给灯呀？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太难了，是吧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，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一居室。我跟中介说，你给我找个一居，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两居，跟我说这原来是一居。我说哥，没你这么说话的呀，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。这个劲儿还挺奇特，他肯定要跟豆豆进最后一个。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，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，找不到一个直角，却有四个东南角。你走进这个屋子就感觉走进了钻石的内部，你都没办法说它家徒四壁，那玩意儿最起码家徒十二壁。我那个卧室是梯形的，卫生间是三角形的。这个房子复杂到我想知道它的具体面积，得连一条辅助线。我去，好巧啊，这个梗。啥房子棱角能这么多呀？
你感觉这个房子是用别的房子那个边角料给你拼出来的，你这个房子给你盖的七扭八歪的，它有四个东南角啊，却都是锐角。我还真魔怔了，这挺好笑啊，这太好笑了。你把它改成玻璃的，这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。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优点啊，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，三角形的嘛，就算地震来了也打乱不了我洗澡的节奏啊。我说它是三角形的都抬举它了，那就是个三棱锥啊。这个好，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直角，他给你成一个45度。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，是我房东阿姨给我把马桶塞在了这个角里边，让你根本站不到他前面啊！你想走进那个空间，得把自己的身体跟他摆成一个同位角。太形象了。慢慢顺进去，你们。关键这个姿势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。先跟各位